志的表情来一下。心情还好吗？因为之前说过的，别人那个人是别人家的小五，方便知道。好，谢谢。算是有点失声，或是喉咙就是长息肉，对，然后就去烧一下，三天就好了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烧一下。没息肉要烧？没有。因为你要想，你讲话，例如说像你现在可能30出头岁，你已经讲话讲了30年，喉咙一定会有一些。所以他烧了之后，可能就变成他7岁的声音。对对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啦？你说不是啦？那是几个？没有，就一颗。你们这个医药是得了吗？阿斌今天上台之前有跟你讨论过他喉咙的一些状况。他说还不错，就他说他医生就是跟他讲的蛮详细的。关心他们讲的一些状况，因为没有问过他。其实没有问，对啊，因为他跟我们谈好就好了，不好意思问。今天很开心，大家有没有喜事要庆祝？终于要结婚。要结婚。没有，这不是传统吗？然后我就会说，哦，可能过几年吧。没有，就说长大。那他们就会写下去，等我长大。时机应该差不多吧。这两年，这两三个月，可能结婚2-3个小时，4-5-6。你开始哎，这2-3分钟来结婚典礼。我没有带身份证。你没带身份证。我坦白，我很好。你是真的很开心吗？开心啊！是下次不会自己跳动？不会啦，只会自己跳。你知道被 Q 就算蛮好的，对啊，你就私下有练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想太多了。其实私下有上网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多聊点，不要你说几千多年的问题啊，多问一点。对啊，我可以回你啊。对啊。会吗？会跟其他的？不会。那私下最少女心的事。没有，我有，没有，我有，对对对，怎么说话？怎么说话的？谢谢，谢谢。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每天还会见面。